大家好，今天呢，我的这个铜版画制作的课程哈，就正式开课。那么今天第一章讲的内容呢，是铜版画的基本认知，它呢包括两个小节的内容。第一节呢是什么是铜版画和铜版画的基本原理，第二节呢是铜版画的基本技法和审美演变。那么大家要了解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做铜版画，或者了解铜版画的知识，比如说每种技法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线条，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呢是一个知识性的了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它的审美的一个特点啊。我们在了解不同的技法、不同的审美的时候呢，把它跟自己的创作的需求结合起来，然后去思考，比如说我用什么样的我想表达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一种效果，我来选择用什么样的技法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点。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非常特殊。现在在做一个纸张的酸性测试。刻针在版面上刻画，凹版版画的新材料。这样的话呢，它恐怕就不再是简单的一个版画的概念。包括你看这个铜里面，它有个微妙的一个半透明的一个灰，寄托了你很多记忆和情怀。画纸是版画的载体，层次的精细度，有一些噪点。看这两个色块，我有一个简单的方法。Yeah, you can feel it. The paper has to be like this. 1700年以前的。优点，因为这种板材呢比较硬。在我这个铜版画的视频里面呢，它一方面呢在呈现铜版的制作的技法，它的制作过程和创作的过程，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强调影像的视听语言啊。我看来的话，就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录啊，视频记录，它更多的是通过一种更丰富的视听语言与你这个内容的结合啊，给大家呈现一种更加丰富的体验和感受啊。比如说哈，在每一个视频里面呢，我们都用了不同的音乐，比如说干刻技法呢，它非常直接活泼，我们就选择了用爵士乐，跟它来配合这个内容。那么这里面呢会形成一种通感，这种通感的话我觉得会给大家的上课的体验带来更丰富的层次。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大家上完我这个铜版课呢，一定会有冲动想制作一张属于你自己的铜版画。那么在此呢，我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来我们清华美院版画工作室来上一次铜版画的体验课，我们一起来去体会铜版画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动手的快乐啊。什么是铜版画？我想请问诸位同学哈，在你们的理解里什么是铜版画呢？可能有些同学会说，铜版画可能就是在铜板上制作的作品啊。其实呢，铜版画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处处可见的啊，
比如说这张啊钞票，我们可以看中间呢毛主席的头像，它就是用铜板的雕线技法雕刻，然后呢印制而成的。那么大家肯定会好奇啊，就是说人民币是怎么印制而成的呢？我们看这张图。那么这张图上呢，这个沉甸甸的金属板，它就是钞票的模板啊，它上面有很多精细的刻画，这都是手工雕刻而成的。人民币就是用这种钞票的金属模板结合现代的印刷工艺批量印制而成的啊。那么为什么要用铜板来制作钞票呢？啊，那么首先是因为铜板，第一，它有附属性，它可以批量印制；第二，它的线条非常精细，适合做精细非常细腻的刻画；第三呢，铜版画的雕刻技法非常高超，它不容易被模仿啊，所以呢，铜版画被用于钞票、邮票以及有价证券等领域的制作。好，我们来了解一下铜版画的基本概念。铜版画它就是在金属板上用酸液腐蚀或者是金属工具雕刻制成模板啊，它属于凹板，然后在凹处积墨转印而成的一种版画。我们中国的汉字很有意思啊，比如说这个字凹字，它很形象，假如我把它看成是一个板的话，那么什么是凹板呢？它就是在凹处积墨，然后呢附上纸，把这个墨转印在纸上啊，这叫凹版积墨转印啊。那么因为常用的金属板是铜板，所以称作铜版画。好，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铜版画的历史源流。铜版画呢诞生于15世纪的欧洲，它脱胎于经营手工艺制造技术啊。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左上图啊，这张图呢它是用簪子啊在银板上粘出花纹啊，粘出图案。那么左下图呢是一个完整的粘出来的一个图案。那么在中世纪啊，比如说老师傅啊，经营匠的老师傅，他做设计了一套图案呢，他想传承给徒弟，他就会在这种银板上面涂上染料，把它转印在羊皮或者织物上。那么这种技术就是印刷铜版印刷术的雏形啊。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铜版在最初的时候它是用来干什么的？铜版画诞生初期，因为其有附属的特点，便于传播，所以呢它被用于复制宗教画和世俗主题的插图。好，我们来进入第一节的第二部分内容，铜版画的基本原理。大家来看啊，这张图呢是铜版画基本原理的一个图示。这个图上呢，上下两个滚呢，它是属于版画机的压力滚啊，中间这个呢是铜板啊，那么黑色的部分呢是凹处积的墨啊，那么上面附的这个呢是版画纸。那么上下两个压力滚呢，通过压力把这个铜板上的油墨挤压在纸张表面。大家注意看啊，这个纸张表面上的油墨呢它是凸起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验钞的时候，其中有一项就是用手来摸这个钞票的表面啊，看这个线是否凸起啊。所以呢凹版凸线就是铜版画的一个基本特征。好，我们接下来呢通过一个视频来直观的了解铜版画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原理。Thank you.
在这个视频里面呢，展示了好几种铜版画的技法。那么它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一个铜版画整个制作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包括四部分内容，一个呢是制版啊，这可以看它在上面涂了沥青啊，然后呢再刻画，用钢针把沥青划开啊，刻出形象来，然后呢腐蚀，再利用酸液来腐蚀制版，最后呢是印刷。这个呢是简单的展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好，我们接下来的话呢，进入第二节的内容。第一个内容，铜版画的基本技法。铜版画的技法呢有很多种，经典的铜版画技法呢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雕线技法，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是雕线技法用的推刀，旁边呢这是雕线的线条。那么雕线线条给人的感觉是冰冷、坚硬啊，精细，富于金属质感。雕线技法是一种直接技法，雕线用的是一种特制的推刀，这种工具最早是用作金属工艺的雕刻。推刀的刀头呈菱形，可以在铜板表面推出精细流畅的线条。红铜板质地柔软，最适合雕线。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刻画弧线和曲线时，要一只手保持推刀向前的动作，另一只手转动板面，就可以推出流畅的线条。雕线依靠手对力度的控制和把握，需要反复练习和高度的专注。雕线的线条干净利落，精细有韵味。这个呢是雕线技法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个工具啊，它这个呢就是铜板雕线的推刀。这个工具的造型很特别啊，它的后端呢是一个半蘑菇状的形状，那么下端呢它是切掉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它用这个蘑菇状的部分呢顶在手掌的中央，这样的话是它便于使力。然后呢因为它是横向运动啊，所以的话呢切掉它才能够自如的去向前推进啊。那么这个刀口呢是一个菱形刀口，它在铜板表面呢会铲出一个菱形的凹槽，这个凹槽积木就会出现非常清晰的边缘线，是一种精细的线条。好，我们来看第二种技法，石刻技法。石刻技法的刻针呢非常纤细而尖锐啊，因为它是用酸液腐蚀来制板，所以那么线条给人的感觉呢，它是一种绵密柔和、自由而流畅的一种感觉。用刻针在板面上刻画，划开防腐层，露出金属的表层。刻画完成后，将铜板放入三氯化铁的腐蚀液中，被刻针划过的部分会向下腐蚀。
线条的粗细变化主要取决于腐蚀时间的长短，石刻的线条自然流畅，富于表现力。第三种呢是干刻技法。干刻技法呢是直接技法，它就是在钢针呢在铜板上面直接刻画，所以需要比较大的力气。你们可以看那个钢针呢，它呢是比较粗短啊，然后呢针头呈锥状啊，刻画起来呢很有力，那么线条给人的感觉是粗犷有力啊，然后呢有一种水墨润泽的效果。干刻是一种直接技法，就是直接用刻针在铜板表面划线。线条的两侧会形成毛刺，就好像犁地时犁的两侧会翻起泥土。所以每一根线有三处可以击木，形成一种柔和润泽的效果。也可以用直线等距离的画线。好，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一根钢针，它就是干刻用的钢针啊。它的特点是脖子比较粗，然后呢呈锥状的针尖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它是直接在铜板上刻画，这样的话呢它便于使大力气啊。那么干刻在铜板上直接刻画，它就像犁在耕地的时候会把土壤翻起啊，那么它也会在两侧呢形成毛刺，所以呢一根干刻线它会有三处击木。所以呢干刻线的特点就是它呈现出一种毛茸茸的效果啊，这种毛茸茸的效果呢带有水墨一般润泽的美感。好，我们接下来欣赏一幅干刻作品。这幅作品呢是我创作的一幅名为学步的作品啊。那么在这幅作品里面呢，通过这个雄狮和它的幼崽之间的对视啊，传递了一种这个生命之间的亲情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这个狮子的耳朵，它的边缘线呢它很清晰，但是呢它有一层淡淡的灰向外去晕开啊。那么这种效果呢它就是干刻线的一个非常典型特点。那么在这里用干刻的这种线条表现动物的毛发的这种质感是非常合适的。我们讲了三种经典的技法，那么这三种技法呢是看 A， 它是雕刻线啊，它是菱形的刀口呢会产出一个菱形的凹槽，这个凹槽积木会产生非常精细边缘非常精细的线条。那么第二种呢是干刻线，干刻线呢是直接在铜板表面上划，那么它会三处积木形成一种毛茸茸的效果。那么第三种呢是石刻线，石刻线呢是酸液向下腐蚀，但是它是向四周扩散，所以它形成一个 U 型的凹槽，线条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绵密柔和的效果。我们还讲了铜版画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它凹版转印啊。那么它还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凹版凸现。